And in this section, this is the bunk area. Lung An and Doc Gay would provide him a place to sleep because his patients were coming as far away as Texas and South Dakota. We have a counselor, may have been as many as four people per bed sleeping on here. 梁安经常驾车带着武余念去往各个城市和村庄给人看病，作为回报，外地人也常回访金华昌购买货物和中药。在一份西式挂历上有这样一段英文：如果你有钱， 我们想转过来，如果你想要钱，我们有。此时人们记住的已不再是在华人圈子里称呼的余念，而是一个更为亲切吉利的称谓喜大夫。一切看似美好之事，约翰迪的淘金热潮戛然而止，他俩的人生再一次 猝不及防。大淘金时代结束以后呢，当地的华人大多选择离开了这里，而喜大夫却留了下来。从此，金华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随着华工纷纷离去，中国城的其他房屋被逐一烧毁，与之一同消散的是中国佬、廉价工等充满歧视的标签。 1900年，约翰迪的华人数量锐减到100人，喜大夫和梁安依旧经营着金华昌，他们相信衰落只是暂时的，盼望着工业时代的进步，约翰迪能再一次聚集华人。然而这一天并没有到来。1928年，青霉素的发现改变了世界医学的面貌，植物药示威。梁安开始探索金华昌的商业转型。凭借出色的英文和社交能力，他把金华昌变成了白人也热衷光顾的百货商店。他投资股票，兴办实业，堪称在美华人成功创业的典型。1940年，梁安去世，享年77岁。这一年，约翰迪的华人总数已不到20人。宛如伯牙失去了子期，喜大夫独自支撑着金华昌。晚年，他还偶尔为当地人出诊，但最终还是关闭了药房。喜大夫只能在自己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金华昌门口，用那饱经沧桑的浑浊的双眼仰望蓝天，遥望万里之外的祖国故乡。1948年，喜大夫不慎跌伤，他不得不离开金华昌，住进了波特兰的养老中心。4年后，老人因急性肺炎离世，约翰迪居民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下葬后，每个人得到一枚5分钱硬币，这是这位善良的中国医生赠予社会的最后一份礼物。金华昌内的一切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再未被开启。一切都停留在喜大夫离开的那一天。从未开启过的铁皮窗户，上面的弹痕依旧可见，它代表着一去不复返的拓荒时代。1969年，落锁20年的金华昌终于被再次打开。在喜大夫床下的柜子里，人们发现了一叠总数超过23000美元未经兑换的支票，其中有许多是在大萧条时期开具的。喜大夫为何没将支票兑现，
没有人知道原因。Okay. Very impressed. Very impressed. Good. Very impressed. In Portland. Uh-huh. And he had a will leaving uh-huh. everything to his daughter. Mm-hmm. Because he had wives and children living in China the entire time they were here in the U.S. Mm-hmm. They did try to locate the family members, mm-hmm. but because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time not being that great, they had a hard time tracking them down. Mm-hmm. So eventually, the estate and the property went to Bob Hua, Doc mm-hmm. K's great-nephew. Mm-hmm. In 1958, Bob Hua actually wrote out a deed mm-hmm. giving the property and the estate mm-hmm. To the city of John Day. Devot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Yep, they became excited. They said, we need to keep this as a museum. In Chinese people's hearts, the place of the sit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20th century, many of the buried in Yuhan Di Cheng Mai were placed back in China. But Xi Daifu and Liang An both chose to be buried in China.约翰迪，他们在北边山坡上每天俯瞰着约翰迪和金华昌。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墓碑之上盛开着一种药用植物威灵仙，恰似是对喜大夫梁安一生的浓缩与诠释。今天的约翰迪是个拥有2000人口、以白人为主的小镇。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华人，也没有了中国城，只有金华昌旁边的路碑上残存着中国痕迹。好的，赵教授，刚刚呢，通过影片呢，我们了解了金华昌公司博物馆过去的历史。那么今天在影片播出之后，金华昌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应该说，这个功夫没有白费。嗯，这个片子啊，拍出来以后，嗯，在当地放映了，而且这个片子呢，是在纽约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嗯、土耳其国际电影节还都获了奖、嗯、收获了很多的国外的大奖、对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啊，反响很好、嗯、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嗯当地的政府呢后来又投资把这个博物馆啊又加强它的建设现在啊苏珊娜如果你没有来过金华昌、嗯、建议你下次来这儿来看一看、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当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哦、变成了一个热门景点、还有一个消息、嗯、就是前一段啊在美国当地把它拍成了一个话剧、哦、这个话剧的名字呢就叫喜大夫的故事哦，也就是可以在美国当地广为流传了哎，广为流传的、嗯、现在中国内地我知道有的中小学、嗯、现在在做那个舞台剧也是在拍摄这个金华昌海外华人创业的故事那真的是通过您这个影片真正的将金华昌的故事传播了出去、嗯、说起来这个金华昌啊我想呢没有一点体会、嗯、通过拍这个片子我的感受嗯，文化需要发掘需要整理需要弘扬后来呢我就把这段故事整理成了一个调查报告、嗯、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接下来下一期我们又将会到访哪里呢、哦、我们又剧透一下是的剧透一下我想呢这一期啊我们介绍了美洲是的下一期啊我们把镜头我们移向欧洲、嗯、介绍一位呢外国的学者他是从欧洲走到了中国为什么来中国为的就是传播中医药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期待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好谢谢大家